羊的习性。那这个羊哈，特别是绵羊哈，山羊比较这古怪哈。这个绵羊是非常温驯的哈，它即使在被宰杀的时候也是默默无声哈。那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是被形容作羊哈，主耶稣是我们的牧羊人，对不对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被形容是神的羔羊哈。那这个羊有正面的性情，有负面的哈。那正面的话就是它温驯啊，然后被宰杀的时候默默无声。所以当讲到主耶稣是那个神的羔羊的时候呢，是特别讲到这一方面哈。那羊还有其他很愚昧啦、顽固啦，哈，这个是这个其他那些方面不是用来形容主耶稣的，那是讲到我们的哈，所以大家不要搞错哈。那我一个朋友，哎，是谁啊？他就去，他回中国啊，回中国去，然后结果他住在一个亲戚家里面，那个亲戚家里面哈，这个他们养羊哈。那有一天他就看到，哎，他这个亲戚好像他们是说什么去从外面回来啊，他说你刚刚在干嘛？他说在外面宰羊，结果他宰了羊，花了很长的时间，结果他在家里面呢，他完全没有听到任何的喊叫的声音，挣扎的声音都没有，他就说啊，真的，他你在宰羊，我都没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对啊，因为羊被宰的时候，他说不会叫的。只会流泪，哎，只会流泪，不会像那个猪哈，猪会这个叫的非常的这个凄厉哈，会尖声的这个呼叫，但是那个羊哈，羊不会，狗也是，狗也是，当任何动物被宰的时候都会叫，但是羊很奇怪，它不会叫哈，非常温驯哈。但是好，那我们看下第二点哈，羊的问题是它完全没有方向感，方向感哈，有些动物哈，这个你把它放在外面，它会自己找回家的，所以羊是不会的哈，非常没有方向感。然后他在外野地里面吃草哈，越吃越远，越吃越远，到最后他不知道怎么回来了哈，所以一定要有牧羊人在旁边照顾哈。那他也不会自己找吃的，要人家帮他带他去到草场哈，他完全不会保护自己啊。但是他也不笨啊，他有些地方也是很聪明，他会很快知道自己的名字啊，所以牧羊人给他取名字啊，叫几次他就知道，然后这个是我哈，所以他也会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啊，好，那羊这种动物哈，很这个，很笨，真的是很笨哈。他们说哈，如果有一群羊哈，看到附近的这个树丛哈着火哈，这个羊他们不会说啊逃开哈躲开，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很慌张的哈，绕原地绕着圈子跑哈，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到最后一直到被火烧死为止哈。居然有这么笨的哈。然后如果他们在河边哈，突然那个洪水下来了哈，那他们这时候应该要往高处跑，对不对哈？那他们要往高处跑，如果说他们只是要跨过哈，前面有一点点水哈，他们要从这边往上跑，他们居然不会，他们就是不肯跨过那一点点的水哈，只会站在原地不动，然后呢一直等到洪水把他们淹死为止。好，所以当那个牧羊人有时候带着羊群到了野外去哈，要经过这个河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为了要让这个羊群过去哈，要想些办法啊，比方说他就把一只最小的羊哈，一只小羊羔就抱起来，然后呢，他就抱着这个小羊羔走过河。那个羊妈妈呢，看见自己的小 baby 哈被带过去了，他就会很慌张，他就赶快就跟着过去了。他一过去呢，其他羊看他过去没事哈，也就跟着过去了。所以羊齁需要一些办法带他往前走齁。那他们也很奇怪齁，他说曾经有一艘这个载满了这个羊群的船齁，就是最后下了这段齁。他说到最后全部都淹死齁，为什么呢？他因为有一只老公羊齁，不知道这个吃错什么药齁，就跳到船外面去了。结果其他所有的羊全部都跟着一只一只跳到水里面去了。跳下去还不要紧，他们还毫不迟疑，而且跳下去的时候还很得意啊，觉得自己很聪明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啊。羊群效应啊，这个张鹏应该知道，哎，什么叫做羊群效应？这个用在这个金融界里面，维特效应，少年维特，少年维特，哦，那个是跳楼效应，那个不一样啊。这个羊群效应啊，羊群效应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当然有人这个搞脱手的时候，其他一群人跟着疯狂脱手啊，
然后有人要抢进的时候呢，一群人跟着抢进，没有道理啊。虽然这个基本面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呢，就是有一些风吹草动哈，大家都会跟着疯狂的这个跟进哈。这个叫做羊群效应啊。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羊就是这样子哈，非常盲目哈，非常盲目。前面怎么样，就后面就跟着做哈。好，那下一个哈，下一个这个羊对着周遭的环境很敏感，它没有舒适的环境哈，它们很难入睡。啊，羊群当中就会产生一些紧张气氛哦，会让这个整个羊群哦整夜非常焦躁，到最后呢，这个疲劳而死啊。那个大家不知道去年有没有听到看到一个新闻哦，那个台湾有一个县叫做澎湖县啊，就是在那个在离岛啊，就是不在台湾本岛，在台湾海峡中间齁，有几个小岛齁，那个是一个县。那个地方因为风力很强啦齁。那个电力公司呢就在那边齁安装了一些这个风力发电的那个发电那个叫风车齁，风车一样齁。结果因为那个风力发电那个就白色的很大的那个风力那个风扇齁，就是整天那边转转的时候会有这咻咻咻咻咻的声音齁。那刚好在这个发电机啊，这个风力发电机的旁边呢，有这个牧场。结果那个牧场里面的养的羊哈，他们说三年来总共死了400多只，哦，400多只。那这个牧场那个老板哈，哎，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后来他跑去看哈，他说啊，原来是那个风力发电那个风车哈，在那边转转转。他说那个会发生那个声音哈，那他怀疑是这个羊齁被这个噪音吵到这个脑神经衰弱，然后忧郁而死齁。为什么呢？因为他跑去那边看的时候，他呢玩羊群这个晚上齁会这样，就是失眠，就是整个晚上就一直盯着这个风车一直在那边看齁，然后看着这个风车发呆，整夜不睡。所以他们每一只羊都长不胖，那甚至有母羊一生下一窝死掉的小羊，还有公羊齁两个眼睛全瞎啊，整个眼睛一直盯了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又这个整天不睡啊，到最后眼睛瞎掉。所以他说三年来死了400多只，所以他跟这个电力公司要求赔偿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他有人说，哎，这个声音还 OK 吧，对人没有影响，但对羊的话呢，就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哈，羊就是这样子，它对于这个周围的环境哈，这个非常敏感啊，那。一有什么状况齁，就很难入睡齁。所以这个牧羊人要为他找到这个好的这个地方齁。然后羊也是很奇怪，他们喝水齁，他们不喝那种这个急流里面的水，就是那个水一定要是安静的，就是平静的水他们才敢喝齁。所以你要把大家要河边去的话，你要把那个水齁引到旁边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方齁，他们才敢喝齁。所以这个在诗篇23篇里面齁，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所以那个地方都有讲到说这个羊的一些特性啊。还有羊必须依赖这个牧羊人的帮助啊，才能够找到安全的这个草地啊，才能够放心的入睡。那牧羊人也必须在羊的这个鼻子上面擦一些油啊，才防止这个虫啊跑到鼻子里面去里面产卵啊。因为那个虫在鼻子里面会这个产卵之后，它在里面会动啊。那这个洞的话就会让这个羊齁很痒，那时候它就会发狂齁，会发狂，然后到处跑，甚至于一头就撞死在石头或者山崖上面齁。所以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说齁，神用油膏了我的头齁，让这些寄生虫啊什么虫子齁不要在羊的身上齁，在那边这个撒窝寄居齁。那羊是一个这个很偏，有时候这个偏执狂齁，非常固执了，他的一个意念齁往往会拖垮他的主人，他有制造麻烦的本事，他是个天才，会用这个带来难以置信的死亡。刚刚说一跳下这个船，整船的这个羊都跟着跳下去。然后羊呢常常偏行己路，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都如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然后他顽固的要走向这个危险的地方，然后呢而且还沾沾自喜啊，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啊，所以这个羊是非常有愚笨固执，然后偏执，然后该怎么说，对，然后但是又自以为聪明啊，
所以这个讲到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了，我们的人不就这样子了，我们这个人完全没有方向感啊啊，我是说属灵的方向感啊，我们活在这个人生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是不知道往哪里去啊，然后自己以为很聪明啊啊，往那边去一定对啊，到最后是死亡的道路啊，所以一定要牧羊人来照顾他好。然后下一页哈，讲到说耶稣时代的牧羊人哈，那个时候在巴勒斯坦啊，就是圣地了哈。牧羊人是第二种普遍的行业啊，仅次于务农啊，仅次于务农啊。那但是做牧羊人呢，并不浪漫啊，反而是十分辛苦、危险的行业啊。他们必须要全天候的工作啊，没有下班的时间，为了保护羊群啊，有时候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啊啊。那真的是这样，有人真的是为了要那个有人来，你对付那些野兽是一回事，有的牧羊人还被那个偷羊的贼哈、哦、给杀了啊、哦，这是有发生的事情。然后那牧羊人有两种了，一种是这个羊是你自己的啊，不是牧羊人。好，牧羊人两种，一种是你是羊群的主人啊、哦，就是那个羊是你自己的。那另外一种呢是受雇的啊。哦，这个你这边牧羊，但是那个羊其实不是你的，是别人的羊啊。那一般说来哈，如果说那种人，除非是你在城市里面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啊，要不然的话，一般人都不会跑去看别人的羊啊。啊，所以这个这种雇工哈、啊，这种牧别人的羊哈、啊，就是所有职业里面哈、啊、最没有人想干的。他们说只比罪犯啊稍微好一点而已啊。好、啊，那这个在那个巴勒斯坦哈、啊，就是那个圣地。那边的羊呢，不像这个西方哈，这个羊，是养来吃的哈，但是那边的羊多半是养来剪毛哈，所以一头羊可以很多年都跟随一个牧人，所以因此那个牧人跟那个羊之间呢，就会产生很亲密的关系。那这个牧羊人会给羊取名字，好，常常哎叫他，好叫他，然后他们这个名字通常都是一些绰号。好像说是啊，什么这个河腿啊、黑耳啊，这个什么这个哎，这个白屁股啊什么的哈、哦，啊，用这个什么啊，用这个来绰号来叫他们啊、哦。那个他们都认得他们的羊哈、哦。曾经有这个有人到这个巴勒斯坦那边去旅游了哈、哦，然后看到这个牧羊人啊。哦，然后他们看到说，哎，这个哎，牧羊人一个牧羊人，他有时候管了很多羊哈，啊，几十只啊，甚至上百只啊。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那个牧羊人都要在那边数一数哈，哎，进羊圈的时候，那他要数一数哈，到底有没有少了哈。那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牧羊人哈，他也懒得去算了，他不算，好，但是他知道说羊一只都没有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凭直觉啊，他可以知道，如果有一只羊哈。掉了，哎，他都知道，他虽然没有去算，他知道啊。所以有一个那个黎巴嫩地区有个牧羊人曾经被问到，他说他是不是每天晚上啊一定会算他的羊？啊，他说no， 不会啊。那后来人家就问他说，那为什么？那你这样怎么知道你的羊全部都在呢？那他怎么回答？他说先生啊，他说只要你用一，如果你用一块布哈、啊、蒙上我的眼睛啊，那把任何一只羊哈、啊。领过来给我，那只要让我的手放在他的脸上，放在那羊的脸上，我就能够在一分钟当之内分别出他是不是我的羊。你看那个牧羊人这么厉害。那另外又有那个在阿拉伯沙漠里面又有一个牧羊人，有这个牧羊人在那边那个在那边到晚上的时候在那边把那个羊群集合在一起，那有旁边有那个游客看到了，真的非常惊讶。他说哈，然后有一天傍晚哈，这个天已经黑了哈，那有一个这个阿拉伯的这个牧羊人哦，开始就一个一个叫出他有51只母羊哈，他一个一个叫出他51只母羊的名字，然后呢，他还能够挑出每一只母羊的小羊羔，把它送回他那个羊妈妈那边去吸奶。他说对许多这个牧羊人来讲哦，你白天要做这样的工作都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你要把那么多小羊，到底是哪一只羊是哪一只母羊的小孩、哦、你要把那个小羊放到妈妈的身边，白天都不容易了，他何况那是晚上、哦、晚上的时候，那时候晚上的时候母羊在那边叫着要小羊、哦、
小羊叫着要母亲，哦，声音好吵，哦，但是他说，诶，居然那个牧羊人，哦，就这样子很熟练的就把这个羊小羊放到他的妈妈身边，把那只小羊放到这个妈妈的身边。所以这个就讲到说，东方的牧羊人，哦，对他们的羊，哦，那样的熟悉，哦，那样的了解。好，然后下一个我们看到，哦，巴勒斯坦这个牧羊人，哦，他们是在前面领路的，羊群在后面跟着，哦，就是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哦，西方是走在后面，哦，牧羊人走在后面，赶羊，哦，那但是东方呢，诶，牧羊人走在前面的，然后牧羊人会发出特别的声音，哦，他的羊群会认得，就会跟着他，哦，那如果这个陌生人学着这个牧羊人的声音，哦，在那边叫这个羊的话，哦，他说这个羊，哦，就会停下来，然后很惊慌的抬起头来。那如果这个牧羊人继续陌生人如果继续叫的话呢，羊群就开始逃窜，哦，开始逃窜。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第十章里面就会看到这个状况，哦，这个他说，哦，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哦，OK。 然后牧羊人他们也有的很厉害，哦，然后因为这个这个羊很多，哦，他们有时候走在这个外面，哦，会经过一些麦田，经过一些麦田，那这个羊，哦，不可以让羊走到麦田里面去吃那个麦子了，哦，这样呢，一旦吃了那些庄稼，哦，他们需要去赔偿的。所以呢，他说这个牧羊人他们都很厉害，他们会教导这个羊，哦，只能走在那条那个田间的那条小路上。所以在诗篇里面，诗篇23篇，哦，他说神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哦，那原文讲说是走在义的那个窄路上，哦，那他们走在那个窄路上面，他说曾经看过有一个在叙利亚那边，哦，有一个牧羊人，他说就他一个人，哦，没有任何人的协助，哦，他领了150只羊，哦，经过一条很长的一条窄路，结果没有一只羊，哦，走到他不该走的地方，就是旁边都是那个麦田啊什么的，哦，没有一只羊跑到麦田里面去吃那些东西，哦，一个人可以把让150头羊都这样很顺利的走过去，哎，这很厉害，哦，好，那我们看到下一页，哦，看到这个耶稣时代的羊圈，哦，其实那个牧羊人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他们还会跟羊群玩耍，哦，那个这个他会假装哎跑掉，然后羊群就赶快跳上去冲上去跟着他，然后呢围着他，哦，在旁边这边跳跳跳跳跳，哦，然后那牧羊人也会吹那个笛子，哦，哎，那个羊听了有声跳舞，哦，所以牧羊人跟羊之间，哦，真的那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个耶稣时代的羊圈，哦，我们看到下一页，哦，那时候他们羊圈大概基本上有两大类，哦，有一种是那个村子里面的公用的羊圈，哦，这个是他们平常之后他们把羊赶回村子里面去的时候，他们都住在这个比较坚固的，这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羊圈，它这个有坚固的这个门，哦，守着，那只有看门的人才有钥匙，那看门的人只让这个牧羊人进去，哦，然后那个牧羊人把羊领出来。那另外在野地里面呢，有一些就比较简陋的一些羊圈，那个是比较简单的，哦，那在比较温暖的季节了，哦，或者那个时候羊群呢晚上就不回到村子里面过夜，哦，那他们常常就在野地里面，哦，那个时候为了要防止这些野兽啊什么等等，他们牧羊人就会在野地里面，哦，让他们住在这个简单的这个羊圈里面。那这种羊圈呢，可能是用简单的石墙啊或者荆棘篱笆围起来，或者是那个峭壁啊环绕这个小山谷，可能也是这个山洞，哦，他们的共同点是只有一个没有门扇的出入口，哦，那牧羊人往往就睡在出入口成为羊圈的门，哦，所以下面这个图你看到一个牧羊人，哦，就睡在那个门口，哦，所以他就成为这个羊圈的门了，哦，如果有任何人要进出的话一定要从他身上经过，所以这个他是那个羊圈的门，哦，那下一页呢我们看到有几个这个野地的羊圈的一些例子，哦，左边那个都是简单的石墙围起来的，哦，下面这个还有一个牧羊人坐在那个出入口那个地方，哦，那右边呢是两个类似山洞，哦，那外面再给它围一下，哦，有这个上面那个是荆棘那些围起来的，下面是用石头围起来的，哦，下面还有一个东西挡了一下，哦，那个时候扫罗到山洞里面去上厕所，就是这样这种山洞吧，哦，那大卫他们躲在里面，哦，这样好。那下一页你看到，哦，就看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个是一般这个就是讲到那个比较正式的那个羊圈，有看门的，好，那他就
牧羊人呢就听到就喊叫那个羊，羊就听到声音哈、哦，他就按着自己的名字把羊领出来。好、哦，好、哦，那下一页哈、哦，你看左边这个中东的牧羊人哈、哦，他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哈、哦，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个左边这个是你看这个羊牧羊人走在前面哈、哦，那这个羊就是中东的那个羊了哈、哦。主耶稣那时候大概都讲的都是这种羊哈、哦，那个是那个巴勒斯坦那边的羊。那右边呢啊，这个是西方的牧羊人啊，你看这个是赶羊了啊，那走在后面啊，走在后面，然后旁边还是牧羊犬，对不对啊，他们这个牧羊犬这个中东他们也会用牧羊犬啊，不过牧羊犬也是走在后面啊，那这个但是西方基本上是赶羊。有一次有个导游啊，带着这个西方的这个观光客是在中东那边旅游啊，参观啊，那个导游就跟他们讲说，哎，这边的这个牧羊人哈、啊，都是走在前面的哈、啊，不像你们西方的走在后面那边赶羊的啊。那话讲完了，结果就刚好看到旁边，哎，有一群羊从旁边经过哈、啊，那结果那个后面有个人在那边赶啊，然后那个游客就说，哎，你不是说那边的牧羊人都是走在前面的吗？为什么这个走在后面呢？啊？结果那个导游就很尴尬，他说：“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结果他就哎，可是他又不甘心，所以他就过去，好过去问那个赶羊的人哈，哎，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听了之后，他就笑眯眯走回来了哈。他说：“哦，你们知道吗？原来不是那个人，不是牧羊人啊，那个人是屠夫哈啊，那是要把那个羊群哈赶去宰杀的哈啊，所以他是在后面赶啊。真正的牧羊人的话是走在前面的啊。” OK。